是来收养我，我已经将我的财产卖给你啊！你想哪，可以安尼对付我？你也这么好心，将你打拼一世人的财产拢还给我，哼，我真不是。这敢不是大伯甲爸的声音？敢讲这支就是落伫大伯出代志的现场，大家一直要找录音笔，啊，哪会走阿妈遐？你哪会安尼想哩？我无迄个意思啊，无迄个意思啊。哎呀，你哪好意思安尼讲啊？我是你的亲兄弟。你若看袂到，就甲外面的人斗相共来对付我。这档案敢是你的？哎，我替你洗掉无？啊，免。来，纸巾给你，免走啊。哦，多谢你。一定有鬼啦！什么有鬼？伊规家伙啊，拢是鬼！你是不是有查到伊来这创啥？所以叫阮警官来。无唔对，迄天哦，伊送物件来了后，我就马桶点完，家己录音笔内底物件全部吸收完好啊！你看，即摆档案拢伫咧遮。我看伊这么欢喜，应该已经听过啊对吧？内底是不是重要性？当然哦。我今日听到，一定会惊死啦！听我听看嘛。我是来收养我，我已经将我的财产卖给你啊！你想哪，可以安尼对付我？你也这么好心。将你打拼一世人的财产拢还给我，哼！我真不信你，你心内在想啥，我知知的啦。讲啥物财产拢要归还我？其实哦，是送一粒炸弹给我，甲阮家炸甲落家山的。听这声，应该是老姨丈，还佫白青妹。哥，这敢袂就是华哥讲的？伊送给大伯迄个录音笔所录到的啊，应该就是啊。若是有这个证据，咱会用证明白青梅伊甲老余长的死有关系啊。看起来咱会用借这个机会啊，一边就甲彭启明联络到。金花，你是应该会用甲白家完全切断关系。爸，你好，你做了真好，我就知影你要让爸爸失望。好佳哉，我有你这个后生，以后爸爸就靠你了。就算你先没离开咱平家，也不要紧。爸爸有你这个后生就有够啊。阿哥，我爱搞属于我的物件，先偷偷回来。以后兄弟哦，拢会留好你。只有我彭启明的亲生囝，才有资格得到的。爸，我讲了无唔对了哈。这个好消息听了，心情是毋就好起来？确实是安尼。我的整个心情都好起来了啦，哎，我心内那块石头总算会安心放下。家在呢，这录音笔哦是给你找到的，那是哦
伫遐张家良遐个人个手内哦，我个选举就免选。伊个个性绝对会替我一条命去背乎因老爸。我得讲，连你嘛感谢你。啊，到时阵哦，咱爸仔囝就死多一条啦。哎，爸，免烦恼啦。今仔是我哦替小玉哦，把这支录音笔哦去修理个啦。我才有才调吼去摕到这这么重要的证，所以你拄只讲个代志哦，我跟你讲。你讲你是替杨小玉，什么修理个？安尼讲起来，这录音笔原本是伫杨小玉的手内哦。讲起来应该是伫阿嬷的手内啦，应该是因阿嬷哦去捡回收时阵哦，甲捡倒来。啊，真正是安尼。这录音笔内面所讲的话，因应该拢有听到，啊，是安怎计点点？敢是找机会，搞我威胁，要搞我偷钱，真正是安尼，我得啊先下手，绝对袂用任何死角走。哎呦，爸，你想伤济啊啦！这录音笔就是因为歹，我才摕去修理的。小鱼甲阿嬷哦，无可能听过啦。啊，搁再讲啦，因两个人真正有听过，哪有可能去点点？搁大胆噶哦，搬来咱家住呢，哪有可能啊？咁真正是安尼？真的啦，我用我的性命挂保证，小云跟阿嬷哦，唔是这种人啦。啊，就个小姐哦，带回来啊，来，先干一杯。来来来，爸。虽然讲哦，你是天官囝啦，啊，不过后日哦，就是你的招式大会啊，啊，你的财产哦，靠迄个科创金花哦，全部拢灌水啊，第一时间来哦，咱嘛讨袂转来，啊，无钱，是咩白条啊卡，是咩选举啦？我阁叫是讲什么大人物嘞？本来是彭启明，是讲伊爸仔囝哪会这么大出手，是有啥物好庆祝？安呐。爸爸早就有 UB 的，爸，这个 UB 啥啦？公营大川织田也够万代，因合作的 BOT 标案，你应该知影哦。我知道啊，因这人哦，赚一条哦，就赚个八八八，咱干来咱边下下。相公，你敢知影这个合作案？关键的人不是啥，是恁老爸我。爸，是你哦、喔，你冇插一脚、喔？当然啦、啊，这样大的 case 哦、喔，我一定爱参加。像这样大的 BOT 标案哦、喔，上界重要的就是钱。我已经甲银行哦拍好关系啊。现在有八间的银行哦，会联手贷款8000亿，和这个合作案。8000亿，这假啊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啊，不过这8000亿内面啊，有60%是爱和牛进川的。你嘛知影，现在当地走路哦，开销较大。伊个计划成功进程。先卖得罪这个小人，顺爷爷，安尼较好。8000亿的六成，唔就是4800亿？想不到梁静川这只鬼啊，连你咧走路，阁会当应钱。这块肥肉，我哪会当会选去？我听讲，迄绿能 BOT 案，迄银行的连带已经过啊，佩服，我真正就佩服。哼，不过8000亿若是先准备给梁静川，应该跟我合作。原来伫酒店包厢外口
偷听我甲李宏讲话的人是你，你到底搁听到啥？啊？师傅，你莫这么激动啦！我刚才听到会当互我赚钱的消息，其他的话对我来讲拢是废话，我会当当作臭耳朵，什么拢无听到。啊，是讲，你敢真正认为我就一定来跟你合作？刘进川是大川集团的头呢，啊，只不过是吃人的头路尔。我是安怎在甲恁代志分离啊？不过阮丈人爸即摆咧走路呢。你认为讲大川即马向你还，是阮某啦，友情啦。啊，不过友情咧还，就表示讲是我咧还。我凭啥物会当分到钱？等我讲完我的理由了后，无得甲恁就认为讲跟我合作，才是较正确的方向。第一啦，阮丈人爸伊真小贪啦，伊毋是种讲偌济摕偌济人，伊的个性是哦，愈济愈好。所以，若是我来分，个人哦会当提偌济，咱大家好参详。这个欠钱哦，即马看到钱，目睭就大泪啊！啊，若让伊知影我是庄月丽哦，看伊敢敢敢伫我面头前讲大声话。这个佩特啊，嘛是以前你找的囝婿啊。我早就看伊袂顺眼啊，啊，毋是怎才对伊反感啊？第二啊，阮爸明仔哦，就要坐窗仔出去啊。恁会这么坐钱是要创啥啊？伊干那看会着，食袂着，最后遐个钱啊，嘛是转来大川集团内底啊，对不？所以，你才该挑过难过，交我来处理。安尼啊，恁会当减负一寡。而且大川集团经营即嘛是靠我哩，一个梁又胜，啥物拢唔捌。这个代志哦，我暗扛落来。什么拢袂知影，恁也是会当放心继续甲大川集团合作。好，我孙建设竟然会替我卡这边甲赌一赌。总裁，请别生气啦，万一去别人注意哦，就麻烦了。咱们继续听看要讲啥。你讲要重新分配，你打算要安怎分配？银行连带的代志主要是夫人在处理的，啊，当然也是要靠师傅的人脉来看山。我知影啦，吃过只爱拜树头，所以恁较辛苦，恁提较济，恁两个吼提30%，啊，我呢我提较少的30%，大家另安怎？是讲哦，啊，恁咧一支嘴安尼。凊彩讲讲的，就当赚2000多亿啊！敢咪上过好赚？话唔是安尼讲啦，原本讲哦，恁2000多亿拢提无咧，啊，即马大家比原本拢赚较济啊，就卖计较嘛。拜托，秦博士卡来。秦博士啊，啥物代志啊？遮尼话我足无用的咧。小王。安怎？你现在当咧无闲，无方便接电话是？啊，不是啊，不是安尼啦，阿爸，原来是你啊。无代志啦，敢那是甲朋友咧饮酒开讲尔。嘿，是。哎，是有啥物代志爱我处理是？爸，你尽量讲啦。我问你，明仔载我要坐当阿出个代志，你安排了安怎？当然啦，我拢处理好势啊啦，下当放120%的心。那安排好势对，阿哥。我离开之前交代的代志，你拢处理好势。明仔载我想要看到人，拢一定要出现，一个拢袂当作相。是，这当然无问题啦。爸，阁有啥物代志要交代吗？交代的代志处理好就用个，其他我家己处理就好啊。哼，这个木村健司啊，你讲话口气啊，转变甲真紧呢。唔知影人咧看你咧甲讲话，想为是真故意人，结果是一个性命倒归。这孔木村见识啊，国看安怎变，嘛躲不过总裁的掌握啦。